历史绝版旧照，赫本优雅纯净，杨丽萍美丽灵动，陈玉莲仙女气质。16岁的比尔克林顿会见约翰肯尼迪当时的美国总统的留影，这次的握手极具历史意义，日后的克林顿成为美国第42任总统。这张老照片真的十分罕见，有一种优雅叫奥黛丽·赫本，而优雅是唯一不会褪色的美，即使她的五官和身材都不完美，但配上家人纯净的笑容与纤尘不染的灵魂，以及她个人独特的嗓音与魅力，她就像是天使一般的存在。杨丽萍年轻时美丽灵动，超凡脱俗，当她把自己的心境交付给了自然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会拿她毫无办法。湖北杨丽萍牵着马儿的刘演，容颜绝美，仙气飘飘，一人一马走天涯。陈玉莲版的小龙女，宁静的舒服，毫无侵略性，就如天仙下凡一样，用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来形容她，再适合不过。但是他为了演好小龙女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，硬是一口气读完了四部《神雕侠侣》，这份敬业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